예, 다 디고리아, 다 가르세, make choice, choices, 레 그래다, choice with wisdom and 지사, 다디, 하지, 내려오지 마다도 미세, 망부지 슈야스 게임도. 那大概今天这个主题叫做智慧的选择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其他还没有特别要多说的了。난 달이 가르쳐야 아주 다 디네지 디젤이야 다 신다지 시에는 죽으면 좋다 다디 디 죄제디 버지 차베 소시 신다 시에는 죽으면 좋네 신다지 디다 가르쳐 다디 술리야 다지 예 양지 계속 가셔야 되지 현대 중소 근데 마시 시에 좋으셔야 所以今天可以说，主要的这个智慧选择的这个主题相关的内容大概就讲完了。但接着附带的，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哪里呢？红公给弄个手机去刷卡，俺们今天光上面的，你们都学习到的，他这就学习都是用用的。俺这当到红公，讲完干嘛？我得记住吧。俺呢，红公里啊，我们拍些。俺就是红公的，主光长老，他老说吧，他刚才去，隔壁就是啥呢？这边听说不是他穷不来，嘛现在隔壁就是啥呢？他俺那给娘家去。공지제토나섬챙겨야되다제토마섬간다래야경원주주배급내다잡아야되듯이로샤대야래안치송아주게홍고래제추소하아주단제추소하망부르충제아주추소하가져왔다아장가대야보신분도망다르쉬지나간다망부지유기래안대인주사네아니가르쳐다늦지기배지띵사배기자외에대해지도차대외인주사네안다리아주기가르쳐홍공최소민도안에근데지금全대로차이제중부대이제로규기퇴인대말로지래야도송지수유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我们香港各个中心可以说联合大家同心协力之下一起来举办的。过去第16世法王噶玛巴也曾经到过香港，那在当时我们知道，像是觉光长老等等许多的这些长老也都有相互见面等等。那本来我自己有一个心愿，是希望能够拜见到这个觉光长老的，但是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总之呢，我们知道第16世法王噶玛巴也曾经莅临过香港，所以跟我们香港是有很深很深的一种法缘在那边的。那也之后陆续的在香港佛教中心，我们中心也越来越多，到底有多少数字我也不知道，但听说有很多中心在香港。那总之，我觉得这一次能够主办单位是以这样子香港联合的这样来做一个各中心联合来做举办，这本身它就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我觉得是在历史上来讲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哎，喇叭都去讲干嘛吧？讲干嘛？工作人员打，民生啊，做的是教育。다 여러 개 점인도 다 하나 화른 섬으로 해다 지 상으로 야 그 지 바지 로 야사마비다 저바여대비도 샤리 야 래 나 라보 대성도 마세베 마음 발레 야 대회기한 거 지 저바디 띵 섬으로 죽으래 섬으로 지 다 아니 지 럽체로 죽으래 섬으로 지 도 스 청도 가라네 사남
讲完干部工程，你吧，干部保险的，俺那就谈谈了呀。加班呀，就恰当，就恰当了，弄些恰当也不行，恰的你拿了了，弄些也嘛，那得签保文书。但讲到顶这几，谈谈了穷些，俺第一个俺忙活不来，俺那。嘎出来他是吃了就让给他是吃了对不对嗯他是家族他是下手家族是东海什么的他是下手家族太怕都贴不起来那就是用过的是这就是他跟他弄电路囊那是讲根本不信一边的电信给通没有人在这就囊不来那打电信给带着出租林边的，到龙田拿了了呀。俺带那新的去，干嘛不工程？忙不要去工程，那去交给主顾啊，得主顾了呀。俺大概能几天？他说他去，全部用不完吧？他去，他说他去，他家那说了呀，就几天全部用不完吧？他那个。大龙田，然后都需要的。俺在另一边就啥呢？那那地军事点呢？俺这里去看出来，我说他讲出来，他是就是公共厕所讲出来，这有些些，那就是全天都切不来。俺那里是电梯都压不住去，充不起来，但我这都需要。俺忙不了，那这电梯他刚才。这三个人身边的这把车来嗯他们这拿出来的这红红做了几百的这三种毛细里啊都是跳腿啊给明天学那我们也知道历代的伽马巴都跟华人有着很深厚的一个法缘，这个可以说几百年来的这样的一种深厚的法缘在着。那不仅是如此哦，我觉得未来也会有更这个法缘，它会更加的深厚，甚至它所遍及的这个地方是更加的广大的，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我们看到在第二世法王伽玛巴西的时候，在他的一个这个记录当中有提到，曾经伽玛巴西他有一个静观，他在静观当中，他看到了。那应该可以说很多次，很多次有这样的静观。他有很多次这样的一个静观，也就是看到这个千波文殊，就是有一千只手的文殊菩萨，然后每一只手当中都有一个波，叫做千波的这样一个文殊。然后这个千波文殊呢，就曾经授记这个二世伽玛巴说，未来你的事业会广大的流传出去，尤其会遍满，它会遍满整个东海。那么当时受记完，同时第二世法王伽玛巴自己也这样子发愿，未来这个佛行事业会遍及东海。那同样我们看到在丘吉林巴大师这样一位佛藏大师的受记当中也有提到，在伽玛巴未来像是十八十九世的伽玛巴的时候，他的佛行事业也会非常的广大，而且特别是影响到汉地哦。所以讲了这么多，也就是各位这一次随着香港各个中心而来到这里，那我们能够透过说法结下这样的一个法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缘起。那所以我在这里也发一个愿，也就是祈愿说未来佛菩萨的利他的度众的这样一种佛行事业，能够不主要不仅是香港能够广大的弘扬之外，也能够弘扬到世界各个地方。俺们现在加上提炼，都开始忙不起来了。提炼到十年的苦油锅开始了，到苦油的锅那么，这忙不起来些，是跟俺们苦油多了，这汤奶油的不是了嘛，都苦油多了，我那真的是。这个活动也得不如，真的是没差的，都搞出来的是，
原点也得不是给车要嘛呢，就是忙不起需要是给们多。但有呢，卡上敌人给是忙不起，因就是啥呢？提他两枪出去，突然不接为名呢？俺突然的提起，俺都讲讲他提起，俺是啥呢？小白，那就大姐，小白给出军提他俩，但是就突然之间了，但是下穷呢，也不是面多什么程度。那突然之间的话，提起这样的也晓得。那先嘛，到杨子，可多可多，主要两百米呢。俺打主要看些这个，他说，主要看这用着也还好蛮多，而且主要这，主要咱们这边是忙不起用些，然后这，他说他这，看些，他吃面不生呢，蛮多，他看他吃药的吧，当吃面的吧，当这个，他这就忙不起用了呢。地主出来了这些，主要厂房都连接多嘛，但人民地上这就开始单接，连接不脱了，这就是意思。其实，在昨天也好，今天也好，这几堂课当中，真的也都说了蛮多了。那看看明天早上的主题是谈到环保，其实讲到环保这个部分，只是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但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哦，我也不是很精通所谓环保这些知识。所以我想，明天早上的话，可以针对大家可以针对像昨天、今天讲的许多内容等等，可以提出问题，就请大家今天先写下来，那么用纸条的方式，那明天早上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问答。那用写的比较好，因为如果大家站起来用说或直接讲的话，我担心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个问题都在说，那可能也耽误到大家的一个时间，所以最好是用写的。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全部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但是会抽取几个问题看时间然后来做回答。明天早上大部分是第二件事的，他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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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对不对？答案对不对？我们这些嘛，差了百把元的。等会儿。Page number 7. Namo Guru Namo Namo Yidai Jengro Lai Jojo Desai Jawa Zedai Jeng Lala Zegoi Lai Gime Lai Nai Jijin Rubi Dijo Jengro
Yeah.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恭请慧信法师主法，日期2月10日大年初一，时间上午9点，初二初三下午2点，不动佛修持仪轨，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现场备有免费消灾与超荐牌位，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屏东妙云寺联合举办清水祖师圣诞诵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15日星期四大年初六，时间上午9点30分，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从前有一个富翁，平时生活节俭，将省下来的钱全部埋在墙角底下，每天前往巡视感到非常满意。没想到有一天钱被偷了，富翁知道后非常伤心，在埋钱的地方不停地哭泣。有人看到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富翁难过地回答，我的钱被偷了。这人又问，啊，这些钱是急着用的吗？他回答，不是，只是储金看护而已。问的人说，既然是无用的钱，现在改买砖头，把它当金钱一样守护就好了，何必难过成这样呢？这话听起来有些好笑，但却给了爱财的守钱奴一些启示。贪心是一切祸害之源。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财为恶心因缘，因为钱财常常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三毒之首，无量无边的烦恼皆由此生。所以贪是恶心因缘，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贪毒的祸害，所以菩萨的六度以布施为首，布施得大福，又能去除贪毒，自然能远离祸害。接下来请收看
修心百颂。修行百颂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由顶果钦哲法王加以论释。帕当巴停留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听瑞地区很长一段时间，拥有无数个弟子。有一天，一个亲近弟子在久违之后抵达听瑞，看到上师如此年迈而感到非常悲伤，于是他问圣者，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你将从一个净土到另一个净土，但我们将会如何？我们能够信任谁？面对热泪盈眶的弟子，帕当巴教导了修行百颂。修行百颂意义深奥又简明易懂，诚挚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这些寄颂中的所有教导都是正统佛法修持不可或缺的精髓。贪爱和嗔恨会显现，但它们应该如同鸟飞过一般不留痕迹。听闻的人们啊，禅修的时候不要执着于任何觉受。一般来说，我们执着于家人、财产和地位，憎恨任何伤害或威胁我们的人。试着转移你的注意力，不要把焦点放在诸如此类的外境之上，并检视那个把外境认定为可爱或可恨的心。你的贪爱和嗔恨是否具有任何形状、颜色、实体或位置？如果它们没有形状、颜色、实体或位置，你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被这种情绪的力量所击败？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释放这些情绪。如果你让念头和感觉自行升起和消融，它们会穿过你的心，如同一只鸟飞过天际，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贪执和嗔恨，也适用于禅修时升起的觉受、大乐、明晰和无念。这些觉受是精进修持的结果，是心本具创造力的展现。这些觉受如阳光照在雨幕上所形成的彩虹一般显现，而执着于这些觉受将如同追逐一道彩虹，希望能够把彩虹穿在身上一般徒劳无益。只要让你的念头和觉受自由来去，不要执着于它们。未生的究竟身如同太阳的核心，听闻的人们啊，它的光耀明性是没有盈亏的。把身究竟的面向，万事万物的究竟本质即是空性，然而它并不是空无一物，它具有认知和光耀的明性，了知所有的现象，并且是自然而然的显现。
法身不是因缘聚合所生成的事物，它是心本然呈现的本质。了悟心的本质，如同智慧之阳升起，穿透无明之暗夜，黑暗在一刹那之间消散，阴影无所遁形。法身的明性不会像月亮有所盈亏，它如同太阳中心不变的光辉。念头像闯入一座空宅的小偷般来去，听闻的人们啊，没有所谓的得失。我们相信有个称为我的实体，以及这个实体所产生的念头全都是真实的，并按照这些念头和情绪来行事，造作了善或恶的业果。事实上，念头如同闯入一座空宅的小偷，小偷一无所获，屋主也一无所知。了悟念头从来都不真实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停留，没有结束，就足以使念头无害。当念头升起时，如此释放念头，就不会造成影响，也不会带来业果。如此，我们将不会对负面的念头有所畏惧，也不会对正面的念头有所希冀。感官知觉如同在水上作画，不会留下痕迹。听闻的人们啊，不要沉溺于迷妄的外相。我们执着于舒适和欢悦，为身心承受的痛苦感到烦恼不安，这是人之常情。这些天性促使我们去寻求、保有和努力扩增赋予我们欢悦的事物。舒适的衣服、美味的佳肴、宜人的处所以及感官的愉悦，同时去避免或摧毁我们认为是讨厌或痛苦的事物。这些感官觉知时时刻刻都在改变，不具有任何真实的本质，它们仰赖身体与心灵的短暂连结，因此执着于感官觉知是毫无用处的。不要被你的认知牵着鼻子走，落入他们的圈套，而是要让他们一形成就消融，如同用手指在水面上写字，字迹随着你的笔画消失。执着和憎恨的念头如同天上的彩虹，听闻的人们呢，他们没有什么是可以被执取或捕捉的。人们可以相当程度地被自己的贪爱或嗔恨所支配，甚至愿意失去生命来满足贪爱或嗔恨。战争就是说明这个情况的悲惨例子。贪爱或嗔恨的念头和情绪，或许看起来非常坚实且具有说服力，但如果你仔细检视它们，你将发现它们像彩虹一样不具实体。终其一生地去满足这种冲动的念头，去渴求权势、欢乐和财富，就像一个想要抓住彩虹的孩子一般天真。在修行的时候，每当你的心中升起强烈的贪爱或爆发嗔恨的烈焰，你要仔细地检视念头，认清它们的根本空性。如果你能够任其消融，念头和感觉将自行消融。当你能够用相同的方法来对治随后升起的念头，念头将无法控制你。心的活动如同天空中的云朵，会自行消失，
听闻的人们啊，在心中没有任何的参考点。当云朵在天空聚集时，天空的本质没有被削弱。当云朵消散之后，天空的本质也没有增益。天空既没有变得更广大或纯净，也没有变小，它丝毫没有被改变，也没有被影响。心的本质也正是如此，心既不会被念头的升起所改变，也不会被念头的消失所改变。空性是心的真实本质，明晰是心的自然展现。为了达到描述的目的，我们可以区别心的这两个层面，但在本质上，空性和明晰是无二无别的。单单固着于空性或明晰的概念，仿佛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是错误的。心的究竟本质超越所有的概念、定义和偏颇的见解。一个孩子或许会想，我可以在云端上漫步。事实上，如果他真的在云朵之上，他会发现自己没有立足之地。同样的，你的念头看似坚实，但是等你检视念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不然。念头不具任何实体，这即是我们所谓的万事万物的具身显空。没有执着，念头像风一样无拘无束。听闻的人们啊，像风一样，从不缠缚于任何对境。风吹过天际，飞越各州，从不停住在任何处所。它扫过虚空，不留下任何痕迹，让念头用同样的方式穿过你的心，不留下任何业的残渣，从不改变你对本然离系的了悟。纯然明觉，如同天空的彩虹一般，没有固着。听闻的人们啊，觉受的升起是畅行无阻的。纯然明觉，也就是证悟的心，纯粹是心离于所有的迷惘，超越存在或不存在的概念。若有执着，即非正见。这是伟大的萨迦派祖师扎巴迦禅尊者在一次静观中亲见智慧菩萨文殊师利，从其口中听闻的教授。我们无法说证悟是存在的，因为连诸佛都不曾见过它。我们也不能说证悟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轮回和涅槃的根源。只要持有存在或不存在的概念，你就无法证悟心的真实本质。天空中的彩虹虽然可以被称为是天空的一种展现，但事实上它即是天空。同样的，禅修时在心中升起的觉受，使你相信你已经获至证悟的良好觉受，以及让你感到挫折的不良觉受，它们本身都不真实存在。俗话说，被禅观的觉受蒙骗的禅修者，如同被彩虹引诱的孩童。不要去重视这般的觉受，如此一来，他们将无法带你偏离正道。了悟究竟本质，如同一个哑巴所做的梦。听闻的人们啊，他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对一个无法言语的人来说，即使他清晰记得自己所做的一场美梦，也无法形诸于言语。同样的，心的本质是超越任何形数的，没有语言文字能够定义心的究竟本质法身。你可以说心是存在的，但是除了空性之外，你无法展现心的任何面貌。或者你可以说心是不存在的，但你又如何解释心的无数划线？心的究竟本质超越所有的描述，更被散漫的念头所能掌握。了悟如同一个青春少女所拥有的欢悦，亲吻的人们啊，那种欢悦和喜乐是无法言喻的。当了悟的黎明来临时，心变得全然的自由、自在、圆满、浩瀚而宁静。然而这种证悟如同青春少女的喜悦，是无法言传的。明晰和空性双运，如同月亮映照在水面之上。听闻的人们啊，没有什么是要去执着的，也没有什么是要去阻挠的。我们觉察的每一件事物，轮回和涅槃中的所有现象的升起，纯粹是心的本然创造力演出的戏码。心的明性，我们所觉知的现象之清晰显现，乃是心之空性的展现。空性是明性的本质，明性是空性的展现，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心如同映照在静止湖面上的月亮一般灿烂明晰，但你无法捉住水面上的月影，它是如此生动鲜明的显现，同时又无可触及。由于空性和明性之不可分割是心的本质，因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扰遮蔽它，它也无法阻扰遮蔽任何事物。它不像岩石等坚硬物体具有实体，占据空间并排斥其他物体。在本质上，心不具实体，无所不在，无二无别的明晰和空性如同虚空。听闻的人们啊，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外围。心可以理解形状、声音及其他现象，可以体验快乐和痛苦。然而，外显世界从来不存在于心中。当你分析心的时候，心只有空性。如同一个空无的宇宙，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所有天体的空间一般，心的空性本质也为它自己的视线提供了空间。正如一个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际的无垠宇宙，心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起始或结束。没有念头，没有散漫的心，如同一面有着美人印象的镜子。听闻的人们啊，心是离于任何理论的。一旦你认清心的本质，你不再需要刻意去思维心的本质，或用各种方法来修饰它。到了那个时候，你甚至不能说心是在禅定之中，因为它自然而然安住在宁静无别的状态之中。你不再需要去专注于一个特定观想的细节，例如一个本尊的形象，心将不会陷入散漫和迷惘之中。散漫和迷惘是凡夫的特性，
因为心毫不费力地持续地安住在它的本质之中。明觉不会受到令人愉悦的或令人厌恶的觉知所影响，它仅仅安住于它的本然状态之中，恰如一面映照了一张人脸的镜子，既不会因为镜中人的美丽俊俏而狂喜着迷，也不会因为镜中人的丑陋而触怒。正如一面如实的毫无分别的映照所有形象的镜子，一个证悟者能够清楚觉知所有的现象，而不会影响他对究竟本质的了悟。反映在镜子上的影像，既不是镜子的一部分，也不在镜子以外的地方。同样的，我们所察觉认知的现象，既不在我们心中，也不在心以外的地方。事实上，对事物究竟本质的真实了悟，完全超越任何存在或不存在的概念。因此，龙树菩萨在《中观论颂》里说，既然我没有确认任何事物，因此没有人能够反驳我的论点。明觉和空性是无别的，如同镜中倒影，亲吻的人们啊，在这面镜子中无所生也无所灭。心的空性不是一种茫然迟滞的状态，也不是空无一物，更确切地说，它具有了知的能力，一种自然显现的明性，我们称之为明觉或证悟的心事。空性和明觉是心之本质的两个层面，在本质上是无二无别的，如同一面镜子和反映于其上的影像。念头在空性中升起和消融，如同一张脸的倒影在镜子中显现和消失。由于人脸的倒影从未真正存在于镜子之中，因此当人脸不再反映于其上时，倒影也没有所谓的停止存在。镜子本身也从未改变，就相对的角度而言，在你展开修行的道路之前，你可能处于被无明控制的轮回不净状态之中。一旦你走上修行的道路，你所经历的不同状态参合了无明与了知，在修道的终点，也就是觉醒的时刻，除了明觉之外一无所有。在修道的所有阶段之中，虽然心看起来产生了一些转化，但心的本质从未改变。在修道之初，心没有堕落腐败；在修道之中，心也没有增善。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礼拜88佛弘明宝忏，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主法，日期2月16日星期五，大年初七，时间上午9点供佛斋天暨佛前大供，下午1点半
礼拜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七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2月22日星期四，神变月功德日，善恶行成一万兆倍，供佛斋天，祈安植福，所及良因普皆回向。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三星期四上午9点举办新春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龙点四海因行村，佛法无边佑众生，龙眼信达因，佛法无边光。电视台法师们、居士，阿弥陀佛，祝福大家一个平安、大智慧、大光明的一年。那么居士大德们，我们记得这个龙年我们要做基本的功课，念佛号、念经、发愿，为所有的众生得到佛法的至大慈悲、大智慧的光明。祝福大家家庭平安、身体健康，无量寿佛，阿弥陀佛。指一切能污染、易扰乱有情身心的精神作用。经典中运用许多譬喻来将烦恼的形象具体化，例如烦恼能牵制众生，令不得处理生死，因此《杂含经》中以恶为喻。烦恼如洪水，能令善品流失，因此在《大宝积经》中又称为瀑流。众生的烦恼叫落烦恼，有如茂密的森林，所以《方广大庄严经》中以愁林譬喻。潜在的烦恼随逐众生眠伏在深层的意识里，以及细微的活动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扰乱众生身心，所以佛说宝语经中又称随眠。产生烦恼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贪嗔痴三毒缠缚众生，无法处理生死，因此波尼环经中又称烦恼为结。无数的心结缠绕就是使人痛苦的根源。释迦牟尼佛是现在烦恼迭起的娑婆世间，以为众生断除烦恼导涅槃路为其宏愿，如开敷莲花般交扣在佛陀胸前的手印说法印，有若一个姐姐的手势，便表法着佛